你们见过这种毛毛圈状的东东吗？菲拉蒙。应该没见过吧，因为他们早在1835年就灭绝了。灭绝，原来是这。没错吧。为了拯救菲拉蒙一族，因为现在只有我们能救大家，兄妹俩需要穿越时空。要想解决你们的问题，就只能依靠时间花的力量。我对咱们下个目的地很有信心。不，辛普森一家金牌导演编剧团队倾力打造。我怎么又被你给忽悠了？准备好。迎接一场全新的惊奇冒险。嘿，这地方是不是棒呆了？半个头，那样太危险了。你就是做事太冲动，总有一天你会把什么人给坑了。我哥倒不错，我哥超难吃的。我们没死。就是好臭，都是这家伙的口水。顺嘴一提，你有颗蛀牙。拯救甜甜圈，时空大营救。我不会让你死的。冷静冷静，那只是个甜甜圈。